19学年度全国学生舞蹈比赛台东县初赛在台东县立体育馆举行，当中高中职团体民俗舞组台东高商、甲组关山工商、国中团体甲组大王国中以及国小团体一组介达国小武艺跟团体表现，让五位评审一致给予90分以上的高分，勇夺各组特优第一佳绩。而县长也肯定参赛的学生在学校之外还可以透过运动来传承发扬传统文化，也承诺未来县府会办理舞蹈大赛以及设立平台，提供大家展现舞蹈的空间。但是我们过去啊，在全国的比赛里面都有杰出的表现。教育处为了加强推行艺术教育，规划学生有美术、舞蹈、音乐跟乡土歌谣等四项艺术竞赛，在每一年10月到12月间陆续进行县内比赛，选出优胜者会代表台东县参加全国学生的四项艺术比赛。本项比赛取得优胜选手以及学校团队，将在99年2到3月间代表台东县参加全国学生舞蹈比赛，也与全国各县市代表队一同竞技，更恭喜得奖的团队们将代表台东县到全国去参加。以上新闻由记者郑大方、林茂生的报道。